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视察大屿山竹篙湾检疫中心，了解检疫中心的运作情况。检疫中心由民众安全服务队管理，卫生署负责医疗站的医护服务。张建宗感谢民安队队员和卫生署职员尽忠职守，为入住检疫中心的人士提供物资和支援。今天下来想跟你打打气，你们辛苦了。张建宗话：政府非常重视密切接触者嘅检疫安排，卫生署会继续同相关政府部门紧密合作，确保接送密切接触者往检疫中心嘅工作运作畅顺。张建宗亦都感谢驻守检疫中心嘅消防处同埋警务处人员坚守岗位，确保中心嘅安全同埋应付突发事故。